这次真的帮不了你了。网上面说你跟韩律师吵架了，冷战。你们吵架啦？不是吵架，是需要沟通。吉他坏了也不敢说，难怪都没有进步。我是来把吉他送给子云的。哦呀，我已经问了很多人，可是都没有人承认结婚。难道真的是我周遭的朋友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 ，TVBS 欢乐台最佳拍档。本节目由黄翔 Park 姐姐等你来冠名播出。